今天 Vanny 姐每一天要带你们到马西岭探究一位可以把你变自信的美容达人，猜猜他是谁？经验给你信心，效果给你自信。我是曼丽的创办人 Mandy， 2002开始我就创办了这个美容院第三次的服务。我们不断的寻找最新的仪器、最新的服务，满足你的需求。欢迎你来到曼丽，能够为你服务是我们最大的荣幸。曼丽是一家位于马西岭的美容院，你只需乘搭地铁到马西岭，然后从出口 C 行走。曼丽美容院的具体位置在大排305，过了天桥后行走4分钟就到曼丽美容院了。这里的环境简单干净，让人非常的舒适透气。曼丽也有自家品牌，这些脸部产品都是 Mandy 经过20年的经历亲自挑选的。Mandy 也非常细心的研究和采购不同系列的美容产品给不同肌肤的顾客。不止如此， Mandy 还会不断的寻找不同国家的产品，针对不同肌肤，比如西班牙的 NSE。 曼丽也有自己最主打的服务，水光针。水光针是在皮肤下微喷射一定量稳定的透明质酸。稳定的透明质酸是一种天然存在于体内的凝胶状物质，通过吸收水分使皮肤深层保湿。接下来是纹眉环节。眉毛是整个妆容的关键，不同的眉毛它会展现出完全不同的气质，所以纹眉是个很好的选择。而且纹眉不但能节省化妆和卸妆的时间，还能随时随地展现自己完美的容颜。如果你想要找一间专业友好、超过20年历史、自家营业和拥有针对不同肌肤的品牌，我会推荐曼丽美容院。想要探究美人、美事、美地方，尽快提交 Vanny Day 大使申请和关注我们哦！现在就快上 Vanny Day 首选的美容保健平台预约吧。首次到访者只需88新元，购买服务100新元以上免费送你自家产品。点击下载预约。